早上起来就看到孔雀不见了。昨天还在不在？你在里面，他在外面。丫头。嗯。哇，他。他好想回去耶。是不是啊？嗯。他想回去，抓住他不？哎，我们，你从这边，我从那边，我们跟他合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在那边，在里面。小心，丫头，你就在那里，你就在那里堵住他，你就在那里堵住他啊！来了没有啊？你要看住他哦，你要抓住他哦。你赶过来，跟宝宝赶过来吧，你。不想，喜欢他爸爸。你赶过来，赶过来，赶过来，再赶过来。哎呦，这龙！我去。失误了。丫头，哎呀，你摸一摸好不好？我要。那你抱抱。那抱到哪里去？这又没有门。这边有门吗？这边有门，丫头。这边。他从哪里出来？从这里放进去的，好不好？抽公鸡。这都不用抓了。不要摸到衣服啊。好。孔雀羽毛掉了，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它尾巴扎开啊？它过几天它心情好，尾巴就扎开了。不是因为这个，因为那个大孔雀的尾巴，它的羽毛还没有出来，还是一个棍子。它那个羽毛被它自己搞掉了，你看它在地上扫，过几天宝宝跟它打一个高一点的新家，它那个羽毛就重新长出来了。他给他弄个小竹屋，里面就给他弄个房子，好不好？那种房子。好，过几天我找爷爷，我们一起弄，好不好？好。给他弄一个新家，好不好？可是他会生小宝宝，给他弄小宝宝的小房子。好，给他弄一个小屋，就让他在里面下蛋。